阿哥，我回来了。嘿，我将近喊你半天，你没答应啊？我刚刚在村口的小卖部把菜提回来了。哦，难怪喊不赢你哟。阿哥，快中秋了，今天整个西安菜。一定不是就是猪肉要子稀奇吧？哎呀，等会儿你就晓得了。沙拉皮片，徐州皮心味，新一盘菜，再刮洗干净，先给人挑挑。你们看这个肉好新鲜哦，这是我昨天从淘菜市场买的，花了不到100块钱，不用邮费，隔天就到了。第二天就可以去村口的小卖部直接点拿回来哈，买菜便宜又放心。现在还有领现金活动，你们可以点视频下方链接，或者打开手机淘宝点淘菜菜就可以买了。上边还有很多蔬菜水果都可以买。阿刚点火恩，要得很干。冷水下豆腐花肉，葱姜料酒，焯水。焯水后盛出来洗干净，添点葱姜，八角香叶桂皮，烧油，搁点冰糖炒糖色，冰糖炒出来颜色更加红亮。炒出枣红色，下入五花肉，先炒出多余油脂，加入香料，加入一罐啤酒，增香解腻，加入清水没过肉，再放入鸡精、盐巴、胡椒粉调味，撒开转小火，煨过半小时，煎出香料，再拌火收汁。要得了，徐哥。再点就点白白的黑芝麻，就这个川式樱桃肉，我后几天没用，你买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哎你们，来要我请哦。要得，请啊。切，年纪大30，你看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好久没吃这种肉了。阿光是不是好久没吃这个菜了嘛？嗯，过节吃这个菜硬，是吧？必须硬啊！对对对。嗯，它这东西就怕火，是吧？我大小是樱桃啊，一口一个。嗯。还会吃蒜，一口肉一口蒜哈。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减一半。嗯，好。阿光吃爽没有？吃爽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小伙伴跟我想互动，就请我们，我是北，我们的人，拜拜，晚上接着吃，要得。